好，早晨，欢迎翻到嚟陈皮妹频道啊！今天10月17日啦，系啦，咁啊，一见到呢只新怪猿、新嘅小精灵猿法师，就知道是第四代来临啦。咁啊，琴晚其实11点已经开始有呢个第四代小精灵噶啦，咁就而家就入场打咗先啦。咁啊，其他嘢就之后再讲啦。咁啊，有团体战就四星嘅就。唔係 ，sorry， 一星嘅又有四隻，全部都係呢個新嘅、第四代嘅小精靈嚟嘅，係啦。咁啊，仲有另外其他嘅，咁啊再講落去，打完先。咁啊，亦都有地區限定，應該有三隻嘅地區限定嘅，係啦。亦都有一啲要10K 蛋先孵到出嚟嘅小精靈啦，咁啊，係啦，因為比較稀有啊，暫時未見野生啦，咁啊有10K 蛋先有嘅，係啦。咁啊，所有。嘅資料我就會打完呢場就再整理出一次個出曬條片俾大家睇啦。咁啊喺呢度係啦，咁啊嗰一樣嘢，我今朝已經捉到第一隻100 IV 嘅第四代啦，係啦，仲要好高 CP 值嘅。咁啊轉頭俾大家睇睇，我哋打咗呢場先快快手手。猿法師係啦，咁啊嚟緊陸續續呢幾個禮拜都會不斷有新嘅第四代啦，咁啊。佢唔會一次過出曬俾你嘅，你連停唔會有咁好死嘅事發生俾大家。OK， 咁啊，應該兩三下手勢嘅啫。哎呀，我點解唔一個人打呢？我點解唔一個人打呢？係啦，因為呢度係保安道球場啊嘛，呢、這個 VIP 團體戰嘅派券地方，應該一個人打。哦、顧住做直播，諗唔醒唔起，突然間。好，咁啊挑战额外关卡啦，捕捉猿法师276 ，great， 1 2，轻轻松松，系啦，咁啊加多只新嘅第四代图夹，有啲已经我捉咗啦，咁啊因为琴晚临瞓前又费事落街。系啦，所以无敌防御惊人啦。好，咁啊，重属性嘅猿法师啊，仲有一升级进化一次嘅。好，咁啊，俾大家睇下我只100 IV 嘅草庙龟，系啦，915 CP 未升过噶，未强化过，未任何嘢嘅。咁啊，调查太有魅力，所向无敌 ，HP 最强大嘅武器。攻擊深刻，防御都深刻，咁就能力太驚人，即係100 IV 全十三圍全部15啊！咁啊，第一隻好彩啦，早已經捉到啦。好啦，咁啊轉頭翻嚟我就會繼續講埋今次第四代有咩第一波嘅小精靈有咩其他資料。咁啊，轉頭翻嚟見。好啦好啦，咁啊點零兩點鐘啦，咁啊嚇，終於揾到我第一隻嘅小貓怪，係啦，咁啊小貓怪就會有佢嘅閃光版嘅金黃色嘅閃光版嘅，係啦，咁啊可以搏一搏又冇啦。同埋小貓怪淨係可以得兩個方法，暫時得兩個方法可以攞到嘅啫。一係就係敷10K彈，係啦；一係就係呢個打呢個團體戰，係啦。咁啊，其餘冇得野生捕捉嘅，暫時都冇呢個可能性啊。係啊，所以一定要見到一星，咁你就抱住有冇小貓怪啦。好嘛，就嚟開始啦，可以差唔多打得啦。咁啊，基本上可以捉嘅普通形態嘅第四代 Pokemon 都捉到噶啦，系啦。咁啊，10K 蛋又敷唔到，要想敷嘅嘢啦，暫時都咁啊，唯有等啦，繼續玩個10K 嘅敷蛋遊戲啦。而家。轉嚟轉去都係得5K 彈，一隻係10K 彈轉唔到，俾咗條迷你龍我激到嘔血。好咁啊，呢、這個場就唔係 VIP 場，所以就可以一齊打快啲搞掂。好，真係好少喎、啊，變大咗都係咁細只啊！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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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掂，玩完。秒殺咁滯，好，希望有閃光啦，又或者有呢個100 IV 啦。
冇啊，普通版啊，唔紧要，好捉咗佢先。应该冇乜难度啊，一球入云噶啦，基本上都系搞掂。好，开图鉴小猫怪，小猫怪都系有三段嘅形态嘅，咁所以大家要捉嘅就唔系要打多啲团体战或者孵多啲蛋先可以捉晒。如果你冇糖嘅话。好，搞掂，咁啊，暫時條片去到呢度，轉頭翻，再下一部分就會詳細講下所有其他嘅關於第四代小精靈嘅第一波嘅資訊。好，轉頭翻嚟見。啊，好啦，咁啊，講翻第四代嘅 Pokemon 第一波嘅小精靈有邊幾隻啦？咁啊，左上角開始就會有呢、這個草苗龜啦、樹林龜同埋土台龜都可以捕捉嘅，係啦，跟住就到小火焰猴啦。呢、这個晚火猴同埋烈焰猴亦都可以捕捉嘅。咁啊，另外呢、这個水系嘅雨三加波加曼啦、波王子同埋帝王拿波亦都可以捕捉。咁呢三隻嘅最初形態亦都可以喺呢個五 K 蛋度孵出嚟嘅。跟住就係呢、这個武克兒啦、武克鳥同埋呢個武克鷹呢三隻亦都可以捕捉嘅。咁捕捉嘅。咁啊，另外武克兒就可以二 K 蛋度可以孵化出嚟嘅，跟住就到呢、這個大牙狸啦，同埋呢個大美利，咁啊呢兩隻都可以捕捉嘅，咁啊兩 K 仔都會出到呢個大牙狸，係啦，跟住就到呢、這個原法師啦，原法師就係兩 K 蛋可以孵化出嚟，亦都可以捕捉啦，野生，跟住進化咗就會變咗做呢個陰雙術，係啦，跟住就到呢只。卷卷耳都是五 K 蛋可以孵化出嚟嘅，咁啊進化咗之後咧，亦都會變咗做呢只長耳兔，亦都可以喺野生度捕獲嘅。係啦，跟住就講有三隻嘅地區限定嘅小精靈，即係香港冇得捉嘅。咁啊，第一隻呢只就係呢、這個帕奇里茲，咁啊要喺呢個北緯六十度以上嘅地區咧先至可以。即係好凍嗰啲地區咧，先至可以有嘅。跟住就到呢、這個瓜草鳥，跟住就係南半球先有嘅。然後最後一隻地區限定就係呢個芝麻龍啦。咁啊，要喺呢個美國嘅東南部同埋呢個巴哈馬地區先有嘅。咁啊，香港就唔使諗啦。係啦，跟住又講下十 K 蛋會孵到乜嘢啦。咁就十 K 蛋咧就會孵到呢個利歐路，係啊，利歐路冇得喺野生度捉嘅，咁就亦都冇團體戰暫時。咁只可以喺十 K 蛋度孵化出嚟。咁啊，另外進化咗之後就變咗呢個魯卡利歐啦。咁啊，係啦。咁啊，最跟住就到呢只小貓怪，小貓怪就可以喺呢個一星團體戰度打到嘅。咁另外咧。佢嘅辣黑貓咧，辣黑貓就可以喺呢個十 K 蛋度孵出嚟嘅，跟住就到呢個輪琴貓，係啦，咁啊呢度以上就係今次咁多隻嘅小精靈個 list 啦，咁啊香港就可以捉或者孵化嘅咧，就有呢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廿三隻，係啦，咁啊第一波就有廿三隻。系啦，咁啊，大家要捉嘅话就尽快去捉啦，系啦，咁啊，嚟紧就应该有呢个万圣节活动啦，咁啊，可能又会有新嘅一扎嘅小精灵会再出现啦，系啦，咁啊，最后仲有咩讲呢？讲下呢个团体战，头先之前亦都有提过下嘅，咁啊四。所有一星嘅团体战就会有四隻第四代嘅小精灵啦，包括有呢个大牙狸啦、呢、這个原法师啦、呢、這个小猫怪啦，同埋呢个卷卷耳嘅。咁啊，最重要嘅就系小猫怪，因为小猫怪暂时冇得喺野生捕捉嘅，一定要喺打团体战或者进化咗佢第二阶段嘅就要孵十 K 蛋先出到嚟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跟住就系小猫怪亦都有呢个闪光版嘅，咁你会见到有。黃色、金黃色的閃光板三隻都在曬度噶啦，咁啊，睇睇下大家好不好彩啦，遇唔遇到你嘅心目中的閃光板啦？
好，仲有一樣嘢要講嘅就係、是今日、第四度開始嘅時候咧 ，WeCatch 咧亦都好似復活咗一輪，係啦。咁啊 ，Android 版有 新嘅 AKB 啦，咁 APK 檔案啦，大家可以下載啦。咁啊 ，iOS 版嘅咧就未有嘅，都係得翻舊嗰啲一二三代。有第四代 list， 但係就永遠都 scan 唔到嘅，咁可能要等佢再個測試版再好啲先至有啦。咁啊、最後睇下今日捉咗幾多隻啦。咁啊，草苗龜23隻，係啦，跟住小火焰猴22隻，波加曼22隻，武克兒23隻，係跟住大亞利13隻，魚化師15隻。小貓怪打了一場，最後這個卷卷耳就有五隻，係啦。咁另外敷了兩隻十幾蛋都不是想要的呢、這個利歐路啊，咁又冇啊。咁啊，而家進化埋佢啦，一次過進化曬佢。好，頭先講過啦，有隻100 IB 由草苗龜開始進化。喂，咪住，撳錯掣，進化。冇聲嘅，幾耐開聲？好，咁啊，進化咗樹林龜，搞掂，跟住再進化，我已經用曬我所有嘅菠蘿果啊，為咗加快呢、這個。攞呢個糖嘅速度，好。雖然我有490多粒，我唔想用住，等下先嘅。好，呢、這個土台龜100 IV 嘅第一隻第四代，跟住到小火焰猴進化，慢火猴再進化，烈焰猴十分似孫悟空嘅一隻 Pokemon。 好，跟住到波加曼，波加曼進化，一隻唔知似貓頭鷹定企鵝嘅嘢啊！波王子，再進化。帝王那波，好，跟住到边只武克兒，武克兒食唔使食咧？食唔食糖咧？好似都唔使。好，跟住。進化為武克鳥，再進化，武克鷹，跟住。大牙你一個階段的進化而已，但
大美利，跟住到莲花师、骏花。阴相术，跟住卷卷耳先，卷卷耳先，卷卷耳争廿九粒，道具食糖啊，唔系十九粒，去到五十，好进化，唔等啦。邊做長尾兔？本來我今日見到，但係限切，咁就而家要嘥十幾粒糖啦。好，最後小貓怪，小貓怪兩段道具125粒，清下個袋先。好，進化。黑猫最后一个进化，好边位？哇，有电！边位轮琴猫？搞掂，好啦，咁啊，要进化嘅都。進化曬啦，冇得再進化啦，係啦，咁啊呢條，咁啊而家睇埋個十 K 彈，我而家有六粒十 K 彈嘅，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孵到呢個利歐佬啦，如果可以就話俾大家聽啦，係啊一條 Pokemon Go 嘅片，咁啊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嘅話，就俾個 like 啦，訂閱頻道同埋贊好 Facebook 陳皮妹頻道專頁。咁我哋下一條 Pokemon Go 嘅片就應該係21號嘅社群日啦，係啦，咁啊到時翻嚟再見，拜拜。